60歲嘅施利斯高域，1985年當選南斯拉夫足球先生，技術細膩，係斯丹嘅偶像之一。在波斯尼亞聯賽執教時候，以栽培年輕球員聞名。球員方面就簽入南區的蘇沙、東方的洛迪古斯和元朗的基爾頓。傑志月中會到10月南韓薩芬和友賽，備戰月底主場鬥英超盟主曼城。